怎么会笨到这里来啊？哎，怎么会这样？再来一次好了。Morning， boom。大家好，我是一个拥有神奇魔法的魔法师，今天要来表演给大家看哦，看我的厉害哦，嘿嘿嘿，注意哦。Morning， boom。怎么会变了一支这么短的铅笔出来？这么短的铅笔要怎么写字啊？很难写。没关系，再来一次。看我的厉害，看清楚喽。Morning， boom。怎么会变了一只竹子出来啊？不过啊，没关系。你们看哦，把竹子啊，跟铅笔啊合在一起，这样不就很好写字了吗？不过啊，这个魔法可不是我发明的，而是一个台东阿美族的老师发明的。因为啊，他成立了一个书屋啊，可是因为经费不足啊，没有办法买新的铅笔。他很聪明哦，他就教小朋友啊，把箭竹给劈开来，再接上啊快要用完的铅笔，这样子啊，不就又很好写了吗？而且听说这个老师哦，他还拥有其他的魔法呢，而且他有100多个小孩耶。他是怎么办到的呢？我们赶快去看看吧。你们下课了。放学之后啊，太原村的学生不是直接回家，而是啊到附近的书屋继续上课。幼幼班的小朋友啊，跟其他中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一样哦，来到书屋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写功课。你现在写的是什么？学校的功课吗？这里的。你学校的功课都写完了吗？这是一年级在写的，但是他三年级还不会写。真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可能因为家庭就是隔代哦，他的那个阿嬷都没有盯他们写功课，重要是叫他们来这边写完功课，然后让他们认识字这样。这里呀、是台东县东河乡的太原村，一个位在山谷间的阿美族部落。因为找工作并不容易，所以很多父母亲都到外地打工。从事教育工作的黄春华老师不忍心村子里的孩子每天下课后到处游荡，也没有人来帮忙指导功课，因此他成立了协会招募志工，为部落的孩子打造安亲客服的多功能书屋。马虎力是什么？发出声音。对，发出声音哦。好，打鼓啦。玉林，这个椅子可以坐吗？可以。为什么？他谁是谁要坐？他的主人是谁？那边。那他坐起来感觉是什么？很好玩。他这样不会不好，就是整个沉下去吗？不会。不会。快看。好痛哦！后面是那个，所以你会完全是这样坐到后面吗？还是只有坐前面？坐前面，只有坐前面，对不对？后面是没有办法的。这位同学还真厉害，能坐得住这么特别的椅子。原来书屋里的桌椅跟书本都是春华老师带着志工到处募集而来的。所以大家很珍惜，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就连笔记本都没有呢。那个时候我们有用那个日历人家用过期的，就是日历报纸之类的纸张，或者是说跟一些公司行号要那个他们的一些废纸旁边就是背面还可以用的那种纸张，对，那个时候是用那些，对。
对对对。虽然啊物资缺乏，志工老师啊陪小朋友写完功课哦，还能编出热腾腾的食物哎，让这里啊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温暖。因此啊，来到书屋的小朋友越来越多，现在啊这里啊已经有上百个孩子了。吃饭时啊，帮忙搬桌子的李玉玲啊，就是为了一块面包而来到书屋的。我的辣椒不见了。可是平常如果位置不够，都会来这边吃。他来到我们客服班是因为一个因缘，就是他就是在外面走来走去，可能肚子饿了，然后他就在那边彷徨，然后后来他就说可不可以叫姐姐下来一下，然后他就说我肚子很饿，然后我听着想说，哎，你们小朋友会肚子饿，然后我就想说就给他一个面包，他不好意思在里面吃，可是他还是拿去，我们都会给小朋友面包跟那个饮料嘛，然后他就去外面，然后他就说那我可不可以来这边有面包可以吃？这边还有什么不啊？擦两次。在哪里要面包？这里。家里。就街上啊。街上。嗯，都要变化是啊，他是发现了。发现，然后呢？然后他就叫了这边啊，叫来客服班，然后就有面包可以吃。今年呢，12岁的玉玲，家里面呢、只有阿公、阿嬷和姐姐。阿公阿嬷靠着山上的农作为生。这一天呢、是因为喝喜酒，没有上山耕种，祖孙呢、难得一起在家里啊度过假日。哎呦，哇，干净，玉玲跟阿公说一个那个是什么？我照顾了一点。哎，怎么说？怎么说？过来一点。哎，忘记了。那你怎么听得懂？就听得懂，不会说。阿公阿嬷听不懂国语，玉玲啊又不太会说阿美族语，他们的沟通啊实在有点困难。哎，你还没洗好？跑走了。被骗了。哦，这个，这个是玉玲哦，玉玲，怎么那么像男生？玉玲啊，从小就没有妈妈，爸爸长期在桃园啊从事板模的工作，2年前啊也过世了。爸爸，玉玲啊一直在孤单中成长，脸上啊也很少展露笑容。她心中渴望着母爱和亲情的温暖，但是啊和阿公阿嬷的沟通啊。却因为语言啊而有所障碍。玉玲会讲跟阿妈讲祖语吗？我来祖语，你们说哪里少？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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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你讲，你那个听得懂？国语，我们讲话国语应该听不太懂。我们哪里不是听那个冰号噻？一点点。阿妈说一点点，一点点。阿公啊，是太原部落的头目，常常帮村民啊解决大小的事务。唯独啊，玉玲这个小孙女啊，让她非常头疼。阿公日常生活沟通不良，对于课业问题啊，更是束手无策。过年还有我啥？啊，对。没有啊，我第一名，从后面算第一名。哎，那国校也还这样啊。阿公刚刚是说，玉玲这次考试的成绩是从后面算第一名，所以他很担心他的课业，可是他又帮不上什么忙，所以他就希望我们客服班可以帮忙一下这样子。由于缺乏母爱，玉玲啊从小就期望啊有一个妈妈。关怀她的绰号老师啊一出现，刚好弥补了心目中啊妈妈的空缺。看我的厉害！摩尼摩尼，咕噜咕噜，稀啦苏啦，咔啦咔啦，天灵灵，地灵灵，黄金白银，蚊子苍蝇，咻咻咻咻，嘣！春花老师啊，在8年多前啊，在部落里面啊成立了读书会。那个时候玉玲啊才只有幼稚园而已哦，
就常常跟她姐姐一起来看书。后来姐妹俩啊，跟着爸爸离开台东啊，到外地去工作，一直到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爸爸去世之后啊，他们才又回到部落里面来。见到老师当然很高兴啦，所以跟崇华老师啊感情特别的好。所以有一次啊，我们拍摄团队哦还拍到啊，我们的玉玲啊去找崇华老师的时候啊，在教室里面看不到老师，他一个人就在教室里面哭了起来。因为在失去了爸爸之后啊，他更害怕会失去老师。玉玲怎么了？这一天呢、啊，玉玲来到书屋，找不到春华老师，就忍不住哭了。直到啊，我们带她、哦、出去玩，孤单的玉玲啊，有人陪伴，才好不容易啊，露出笑容。怪哦，怎么是不一样？哎，他长得这样，哎，那个儿子不是，他长得好奇怪哦。就读太原国中七年级的玉玲啊，对于课业没什么兴趣，但是我们发现呢，他的手上写满了字。为什么你要写在手上？不知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吗？这是今天的还是之前的？今天的，今天的，是你会照上面的把它写在卡片上吗？不是哦，有些会，有些会。原来玉玲啊，每天啊都会送春华老师一张卡片，里面啊写满了他们之间的秘密。学校功课啊，玉玲啊会忘了写，但是啊给春华老师的卡片啊却从来不曾忘记。玉玲的老师不是他说昨天没有给，是每天每天都给我一次，每天吗？对对。他每天都要抱一下。妈咪啊，是玉玲啊对春华老师的称呼。每天一张小卡片啊，就是他对妈咪啊爱的表示。就连书包上啊，都看得到爱的告白。听说你的书包很特别，是什么时候写的？很久了，很久了。同学有没有觉得你很另类？一般人都会写些什么在书包上？喜欢的人。我们拍摄这一天呢、啊，正好是母亲节。玉玲啊，用存了好久的零用钱，偷偷啊买了礼物哦，要送给春华老师。这个蛋糕是大家买的吗？谁买的？自己买的。你自己花钱买的？你有零用钱吗？自己存的吗？嗯。一杯。妈妈。祝母亲节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玉玲啊写了一张特别的母亲节卡片。今天写的字比较多，每天收到的卡片都是妈咪我爱你，她今天写的比较多。妈咪，我是小女儿，我永远爱妈咪一辈子。我觉得有你这样的妈咪，我很幸福。每次看到你，我的心情就很开心。因为你每次逗我开心，我才会开心。祝妈咪永远是正妹，女儿敬上。值得了。对啊，辛苦也值得了。从小就没有妈妈的呵护，玉玲啊，真的把春华老师啊当成自己的妈妈。所以啊，一旦其他小朋友也跟着叫妈咪时啊，他可是会翻脸的。因为我刚上课的时候，他们晚上一点多嘛，他们下课，那个陈金武有没有？他说他是我妈妈。他说老师，我刚刚进来，他就说老师有人跟我抢妈妈在那边哭，说你哭什么了？啊，那个陈金武就笑说，我跟他开玩笑，他怎么会哭的？他们两个比那个
母女还亲呢。其实书屋啊，每个孩子啊都很爱冲华老师，但是啊，玉玲啊霸占了妈咪的名称。哇，你在做什么？帮我的小姑姑用。谁是小姑姑？这位。喂，他不是老师吗？他，我们也可以叫他老师，叫他小姑。为什么你不是叫妈咪？大家不是叫妈咪吗？他的女儿在那边呢，不能叫，会生气。真的、哦。同学说。只有你可以叫妈妈，同学不能叫。那他们要叫什么？不知道。他们叫妈妈会怎样？对我骂。虽然妈咪啊是玉玲的专属称呼，但是冲华老师哦很关心每一个孩子。除了平日的客服啊，每到假日哦还会安排户外活动。找一下洛神花哈、哦。因为这里面有种的好几种，老师，我不想被访问。这个是豆子，那个是树豆。你为什么要把用石头围起来？这样比较好记。好记什么？我们种的是哪一颗？比较好记说，啊，这样是要因为太阳很大，保护它一下这样。对，是吗？对。小小农夫啊，细心照顾洛神花幼苗，就像冲华老师啊，守护着这些小朋友一样。他们辛苦付出，只期待啊能在孩子身上看到成长。每到假日的时候啊，书就会举办啊户外教学，因为冲华老师啊希望带孩子们啊去看看世面哦，所以他常常带孩子啊去台北看展览，或是看各种艺术表演跟活动。不过害羞的孩子啊，看到陌生人啊，有时候还会紧张的发抖呢，所以他想到了一个方法哦，训练孩子们的胆量。到底他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呢？星期假日，客服班啊比平常更热闹，因为啊这是小朋友最爱的舞蹈课。向左转，向左转，向我这边。好，你们的手是用哪一个手接的？来，快点，右手接。好，来，我看一下，再低一点，再低一点哦。来，进屋来，进屋来了。好，来，这样，低一点，然后再开始。我们是看那个CD 在学的。真的、哦？为什么会特别要看 CD 学？因为我不会跳舞。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动作哦。好，预备。阿美族的孩子啊，似乎天生哦就擅长歌舞，但是啊，他们第一次表演的时候哦，因为从来啊没有见过大场面啊，可是吓得皮皮抓呢。那次表演的时候，我是觉得他们每个小朋友脚都在发抖，跳的舞都已经 不按理牌 出牌了哈，就是说原本是应该这样子，就变成两只手。所以我鼓励他们说，尽量表现自己，然后让自己得到一些成就感。这样教导歌舞啊，原来是为了训练孩子们的自信，但是啊，为了表演的衣服啊。书屋哦，可是全体总动员。由于啊，现成的舞衣太昂贵了，志工们啊决定买材料，亲自为小朋友量身定做。就连啊平常煮饭的阿姨哦，都助上了一臂之力，为孩子们啊缝制舞衣。我们的学生都没有衣服穿，都这边两个做学校的，还是有自己的就比较好。所以老师，您妈是你主动跟他们讲说你要做的吗？对。虽然啊来不及做一整套，小朋友们啊还是很兴奋呢，穿上属于自己的舞衣。喂豆豆，喂豆豆，哎呀！他会不会害怕？他害羞，我是那个害怕。我哪里有害羞？我是很害羞。你要去表演呢、哦？这个包子店啊，是东河乡著名的观光景点，假日哦都有舞蹈团体演出。冲华老师啊，特别为书屋的孩子啊，争取一个时段，
有了几次的表演经验，大家好像少了紧张，多了自信。今天要跳第一次编的舞蹈，哎，对不对？那底下还会脚软吗？不会。好，我们看哦。这样囡仔了跳太太好看了，跳舞了。哦，哎，一直这样，看点那边看。那高准哟。哎，那高准哟。小朋友表演，他们这种阿美族的表演没有呢，只有看过成人的那种小朋友。你怎么讲话很像原住民啊，对吧？哦，那你是哪一组？我是泰雅族。所以你是哪边的？宜兰那边的。所以看他们会觉得很有亲切感。接下来啊，是玉林领军的流行舞，他主动要求啊，春华老师加码演出。每个动作都是玉玲啊自己看影片学来的呢。我觉得他们比较放开自己了，对啊，尤其是玉玲的改变比较多。对，怎么说？因为他本来之前还放不开，然后就是不敢面对大家这样子，跳的也是很自然。我觉得他今天跳的特别好。观众的掌声啊，让小朋友有了自信。春华老师的陪伴啊，开启了玉玲心中的梦想。他希望啊，长大后当一名舞蹈老师。我们啊，一起来祝福他吧。小朋友啊，发现自己啊唱歌跟跳舞的天分之后啊，真的变得很大方，而且很有自信了。这让春华老师啊也觉得非常的欣慰，因为他真的认为哦，小朋友要有自信哦，要先从认同自己原住民的文化开始。所以小朋友，下次如果你跟爸爸妈妈到了台东县那家包子店的时候啊，看到那些孩子在卖力的表演舞蹈，别忘了停下来啊，帮他们加油，还有鼓掌哦。不过啊，我真的发现啊，这个春华老师啊，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法师哎。因为他可以改变这么多孩子的生命，所以我决定啊，要去那边啊，跟他来学魔法了，好，决定了，就把我自己啊变到台东去，看我的厉害哦 ，Morning Morning， 砰！这一弯弯微笑月光，安安静静呵护我回家，谢谢你的守望。让我把一切看清楚，就算寒风呼呼，也变成温暖旅途。